新边河绿7月13、14日在洲际球场首次体验凉水季。比赛时他在场边不知如何是好，队友小安鼓励他回击球迷，不过边河绿却意外遭水背叛，再度失身，超爆笑画面，球迷堪称今年最经典，连一旁的小安也笑到弯腰，小编也不知不觉回放了100次，只能说乌里河绿也太可爱了吧。Así que vamos a romperlo.